那好，第一个 Kota Kara， OK， 就是刚刚那个 Raja Ali 啊，他的执政的那个中心的地方， OK。好，第一是 Kota Kara， 它是 Berhamburan Sungai， 它是靠近一条怎么样的河啊？ Dalam 又深又怎样的河？又深又宽的， OK， 又宽阔的啊。水是 sungai yang lebar dan dalam， OK， 这读 lebar， OK， 所以是一个又宽又深的河来的，所以它是靠近这条这样子的河啊。好，然后第二个，这个河的这个地方的特征是什么？它 memudahkan semua keluar dan masuk， 这条河它可以让什么东西进出自如，就是船 ，OK， 卡宝，因为那个河啊，它是够深嘛 ，OK， 又够深又够阔，所以就很适合 for 那个船可以进进出出，进进出出这样子咯。好，然后这个地方啊 ，Kota Kara 它是位于，它也是靠近一些怎样的地区啊？卡瓦山羊。山的 ，OK， 叫 Bukit Bukau，OK， Bukit Bukau 啊 ，Bukit Bukau 就是很多山，很多山的。Kota Kara 是一个很多山的地方，然后它也靠近一条河，那个河是很阔又很深的。OK， 因为它又阔又深，所以让可以很容易，就是让那些船哦可以进出自如，就是不会讲卡在那个河那边啊，因为它够深又够阔啊。这 Kota Kara。好，第二个我们看 Kota Sayong，OK，Kota Sayong 是一个卡瓦山羊 lebih 怎样？它是一个比较怎样的地区呢？安全 ，OK， selamat 啊，kawasan yang lebih selamat， 比较安全的一个地区。OK， 为什么讲它安全？因为它 menyukarkan kapal perang 怎样？menyukarkan kapal perang 怎样？不让什么？不受。哎，母兽啊，母兽就是等敌军，敌军的船啊。那地方比较安全，因为它manuka 就是困难，懂吗？就是让它很困难，讲就是让那个船哦，还是什么、啊、进不到来 ，OK， 进不来它的这个高大山用这个地方的，所以它是一个卡瓦山羊勒贝色拉曼。好，下一个Tanjung Batu， OK， 这个地方啊，好， Tanjung Batu terletak di 什么 yang lebar dan dalam， 其实它都讲了 lebar 和 dalam， 上面那个一样啦，所以它是一条河来的， OK， 它是靠近，也是位于一个靠近河的地方， OK， 那个河叫 Sungai， 哎， Sungai 不啦， Sungai Johor。哎，这个山中都是在苏艾九号这个地方、啊，那个河也是又深又阔的。都一样，那个又深又阔的河里面，所以它可以慢慢的干涸嘛，说干啊，可以让船的进出咯，所以是这样子啦。写了吗？这些就是三个地方的特点啊，它的可以写没完呐。
行了吗？下去了啊。好，第二题，第二题他问你啊，你来养玻璃的全都是，就是达里巴的布列汉洛克西的设备。Okay, 上面这些地方啊，都是那些执政者啊，那些苏丹呢选的地方来的，来做他们的执政中心。OK， 好，那下面他就问你，他们选这些地方哦，这些尼赖是我们可以向他们学习的。OK，A 这我们一起做，因为它是 KPT 啊。A 尼亚山啊，就是很聪明怎样啊？他们很聪明怎样？他们选这个地方有原因的嘛？以前一直打仗，对不对？所以他们选这个地方都是为了拿来抗战啊，还是怎样的，对不对？所以 B 加三呢 ，dalam perjuangan。OK，B 加三呢 ，dalam perjuangan。OK， 然后第二个 berfikiran。OK， 他们 berfikiran 怎样？思想很 positive。OK， berfikiran。给你们，他给了你们前面那个，我们只是需要完成这个你来罢了。OK， 所以第二个是他们 berfikiran positive。OK， 好 ，C， 博士迪亚他们博士迪亚做什么？啊，他们博士迪亚做什么？常常都博士迪亚蒙哈达比 perubahan， 就是有什么改变？他们常常都就是随时 ready 啊，去应战那些计划的改变这样子。OK， 博士迪亚蒙哈达比 perubahan。然后动机 berdaya 就是有能力，他们有能力怎样？ berdaya sa'i dan productive berdaya sa'i dan productive。Berdaya saing 啊，就是 berdaya saing 就是竞争能力的 ，OK， 有竞争能力的，就是他们随时 ready 哦，就是就算有魔兽来啊，有敌人来，他们都是随时 ready 要可以去备战去打仗的。因为他们选的这些地方，不可以算是 strategy 啦，不过都是有好处的，对吗？OK， 好 ，last one。OK， berani 他们勇敢 dan cekal。OK， dan cekal。勇敢，然后又坚强啊 ，cekal 是坚强啊，坚强。好啦，我就下去了哦。好，来，我们看第下面这里。OK， 好，这个图画是 illustrasi good， 就是下面这个 berkaitan dengan perang Belanda Portuguese。OK， 就是那时候这个 perang Belanda Portuguese 的一个图画这样子。好，然后他叫你上面这个图画哦。Okay, 你知道这个图案是关于布兰达的意思啊 ？A， 他叫你回下面问题啊。布兰达 Bantuan Johor terhadap Belanda
dalam peperangan tersebut. 他问你哦, Johor 啊, okay, Johor 呢, 他, 因为这是 perang Belanda 嘛, perang, 诶, Belanda 跟, 呃, 诶, 不是什么, Belanda 跟 Portuguese 的战争, okay? So 那时候 Johor 的人啊, 他们是帮 Belanda 一起 抵抗那个 Portuguese, okay? 所以他问你, 他是要你写一二三四啊，这五个里面啊, 就是 Johor 帮了 Belanda 什么忙在这个战争里面。 然后里面啊 Johor 跟帮了 Belanda 什么忙。 你们可以找课本做一下吗？ 那时候 Johor 跟 Belanda 是同一 team 的，他们一起对抗 Portuguese， 所以在这个战争里面，他们这个 Johor 帮了 Belanda 什么忙？你们找一下啊，这五个，他已经给了你前面那些资料了，你可以在课本里面看看它是什么来的。给你们2分钟啊。 OK， 来看第一个，我们来看 Johor 帮了 Belanda 什么忙，帮了这个荷兰什么忙。好，在第一个，他们 membantu mengangkut， 有帮忙拿那些什么啊，就是打仗的用具咯，可能刀啊，那时候有没有枪？应该是还没有枪啊。OK， 刀啊那些需要的用具，他们就帮他们拿了。OK， so membantu mengangkut peralatan。 Perang. Membantu mengangkut. Perang. Jadi, kedua. Kedua, mereka bantu membuat. Buat apa? Buat satu. Tapa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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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给他们发射大炮啊，这样子之类的一个地方 ，OK， 门buat tapak meriam。 OK， 好，然后第三，他们还有 menggali 就是挖 ，OK， 帮他们挖什么？ 挖那个 parit kubu， 哎，kubu不啦，kubu， parit kubu， 啊，对，可以帮我挖那个 parit kubu， 对了。
帕利就是一个龙岗那样子的，帕利就是我们所谓的龙岗啊，那种水沟比较大的，当然水沟，库布就是那种城墙，可以围栏这样子，就是围着他们呐、啊，可以不要给他们越过他们的那个占领这样子的。所以是蒙嘎利、帕利、库布。好，然后第四个，他们要看穆苏拉瑞克，们要看就是阻止的意思啊 ，stop 他们啊，他阻止那些敌人跑去哪里啊？兰普丹 ，yes， 对了，哎，有帮忙阻止那些敌人跑去库丹里面，是阻止啊，隔离就是 stop 他们，不要给他们。好，然后第五个，我们来干什么啊？什么？就那些出不到力的，他们就这样帮我们打气加油咯，可以所以提高他们的那个打仗的那个精神，所以是我们来干什么啊？等的啦，荷兰的，可以帮那些荷兰的士兵啊打气加油这样子。OK， 好 ，Boy，OK，Boy、okay, boy 也是可以跟我们一起抓。好 ，Boy 他问哦，阿布嘎 Iktibar，OK， 什么 Iktibar？Iktibar 就是可以讲是教训，也可以讲是榜样 ，OK， 就是给你学习的东西啊。Daripada berperangan tersebut， 就是从上面那个Belanda 跟 Portugis 啊，荷兰跟葡萄牙打仗这个事件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教训或者是榜样 ？OK， 第一个。Yang berganding bahu mempertahankan kedaulatan, 就是 berganding bahu 就是肩并肩啊，就是一起咯，一起努力去捍卫他们的 kedaulatan. OK, 然后好，第二个 mengukuhkan 就是巩固什么呀？什么？巩固我们的爱国精神咯，什么啊 ？Patriotism. OK, 什么啊 ？Patriotism.我们的爱国精神，没什么啊 ，patriotism。OK， 好，然后第三，我们要 berani 怎样？从这战争中，我们要学会勇敢怎样？勇敢的去捍卫自己咯，人家来打你哦，要不是打你啊，人家来跟你打仗，可以打仗，要抢掉你的地方，所以你就要。打回去啦，要勇敢的去捍卫自己的权利，自己的可到了，当然我们不打汉干，捍卫，可以就是不让人家抢掉啦。好，然后第四个，然后我们还要去当 sebarang 就是任何的什么，就是你们做在打仗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都要很小心，然后要很 strategy， 知道吗？也是 dalam sebarang tindakan 和行动中都要很 ber strategy 啊。好像他做那些 parade 徒步啊，然后还是要用什么？要拿什么器具啊？可能要做什么陷阱啊？这些都是要很记得、啊，要想过才去做。OK， 好，来 last one， kepemimpinan yang， 然后我们需要有一个怎样领导 ，kepemimpinan 就是领导啊，要很有 berwibawa 的 ，OK， berwibawa 就是威望的，有威望的，就是他很有权力啊。等一下，我写下去给你们。是你需要一个可能。将军啊之类啊，一个领导带领你们去打仗，然后那个领导是要有 berwibawa 的 ，OK， berwibawa 就是有威望的，是很有权力发声讲话，就是吩咐你们哦要怎样做要怎样做，他可以很快下决定那种的。写下去。
不然你就写下去啊，好吗？好啊。Okay. A. Strategi persahabatan dengan Belanda berjaya mengekalkan 什么? Persahabatan itu adalah kuansi, okay? Jadi Belanda dan Johor, mereka Portugis. Jadi, mereka berhasil 主导权 ，OK， 克达瓦丹，克达乌拉丹，克拉扎安，这没有被人家抢到喽，因为他们一定要嘛 ，OK， 所以他们成功的保住他们的克达拉丹、克拉扎安了。And oh boy， 克比加萨纳安伯莫林达就是哎领袖啊，执政者一个首领啊 ，OK， 他的聪明智慧啊，特拉门巴瓦克格米朗啊，什么？他聪明，他厉害去，那时候那个王朝，所以他把他的王朝带去怎样，把他弄到很辉煌啊，对不对？是可南，可苏达南，哦吼，表，就他把他的王朝，变得。可格米兰安鸟啊，就是让它很辉煌，很好。好啦。OK， 好，来下一个，我们做到一题 ，OK， 我们做到第一题啊，我就给你们休息 ，OK， 好，来第一题，他叫你哦，写一下南木干卡瓦山羊门不高干，就是哪一个地区有提供这个 galian 给这个Johor 的这个港口码头的，有四个地方 ，galian 就是那种 mineral 啊，那种矿物啊。OK， 矿物啊，所以叫你写一下，有四个地方提供了这些嘎量这些矿物给这些 Johor 的港口的，是哪四个地方呢？你可以在105面找到答案哦，上面那边 Good Depth EMS 105，你可以找一找啊。好，来，我们来看啊，四个地方是哪四个地方啊？可以跟我讲一下吗？有找到吗？
来，谁懂答案？哪一个地区提供了这些矿物给他们呢？Hello， 好，第一个是巴生拿，我们现在巴生拿，哎，我阅读 clown， 哦，还有 I， 囧，鼠 I 五囧 ，Bernam。Last one 是那个 Pulau Bangka， Pulau Bangka， Pulau Bangka， 哎，就是这四个地方啊 ，Klang， 哎，怎么又变数哪几啊？五中不那个 Pulau Bangka。四个地方，他们不断地提供了这些感恩给那个布拉伯汉乔赫廖的。OK， 这四个地方啊。写了吗？好了啊 ，OK， 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先 ，OK， 下个礼拜我会继续教你们第二题的啦 ，OK， 好，去休息了，等下9:50去上课学哦，拜拜，大家。